按了按着，对不对？嗯、往前再往后，站直。哦。弯过来一点点，有点背式。哦。哦。你是说我是太这个太小，太大一点。哦，再大。OK 啊，都还不错，布写的很漂亮，道也很好。像这种写法，这个笔画比较重，这个笔很轻，他很厉害的，他把笔画轻重大差别很大。哦，你看原帖你就知道。嗯，对。你可能你写的那个是他不是原帖，立晚拿的那个是原帖。哦。哎，啊，他的原帖真的是写的很好。因为一起把这个字体拿出去集字，然后呢，不但是有错部首，哦，一这里本来就无这里，哎，这边的部首提这边的部首到这里安，啊，都失去原来的有一点失去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这个字是整个字是这样，它可能不是这样写，嗯嗯，可是他把它这个错出来，不是他的本意了，嗯嗯嗯，啊，这个稍微大一点，这个太窄了哈。还不错，蛮美的吧？所以你要写的字数有点带，比如说这样下来，对不对？从这里下来，对不对？往回带，按过来，就是开气了，对吧？一路按的，一路按的，好、哦。所以它很连贯性，嗯嗯嗯，它很有连贯性，就是有行书的笔意在。对，所以，连贯的贯这样写。刚我竖心啊，哦，连贯性，哦。啊，像这个坡也是有连贯性，点点啊，这样下来，放的笔顺都很连，嗯，所以它很有形意啊。所以有很多大陆朋友一直问说，我的书法、楷书、行书从哪里来？嗯，其实也讲不清楚，我是各种都有写，我写它一阵迷它迷得要命，嗯，啊，这个特别小啊，写得很好，再继续加油。哦，你看你现在都很多岁了，嗯，来 ，OK。那这个明天是认什么？人赢。那那你把帮我写在这边，因为下礼拜接下来就是那个了。你要写春联，要写落款。没有啊，今天不用落款。刚刚写不起真的。那个怎么连就好了？啊，那哦，撇对不对？按下来，上去，稍微，其实他的楷书是安尼啦，哦，啊，你得先较长时候按就好啊，安尼过来。往外，那这个粗一点，那这个宽一点，哦，按头款，好，这个稍微要设计过，不要说，嗯，哦，那这个行书就是这样写的，嗯，人影，人影之孙，往上写，哎，又这里。啊，是你村上复杂，没嘛，啊，我你春夏秋冬啊，前一年了，哎，五样哈，啊，春夏真的，啊，春夏秋冬，对，也可以啊，两个都可以写，哎，好，谢谢老师，即使是不会改，即使五统不五统，赶快都写人影，对不对？哎，不牵涉到这个什么用西言啊，用我都没写。用西言而用中华民国，所以我的学生有一个一天到晚写中华民国，我说为什么？我主张中华民国啊，一天到晚说中华民国几什么什么，我说不用写啦，哎，你要写一个千年万代都可以留下来的，你像王羲之写什么什么什么，60年又一年了，又一次，不是，啊，王羲之没有这样写，王羲之哪有这样写？王羲之写什么什么岁在癸丑暮春之初，对不对？他也不会写说什么晋朝几什么永什么几年，对不对？哎，好。都邑，嗯，不错啊，很好。但是这个字摆在这里就有点没有那么好。哦，王福安他写的很多，所以有些字是怪怪，但是看起来很漂亮。啊，只是说如果你写在这里的时候，可能要稍微更动一下。比如说，我们如果要写都邑，哦，用黑色写，用红色，看它干不干，怕不出来的味道，黑色还是最好。为什么这样写？因为以前的者是这样啊，不是不行，写下去就影响画面。然后呢，哦，我也是很喜欢王福安的字，那个意啊，哦，写在这里没有错啊，哦，所以不会写你就把它写到平正。然后从这里下来，然后往这边带重，
不要拉太底下，啊，这种，啊，多一滑下，滑，这有一画了，注意一下哈，他写的很棒哈，好，背芒面露，背。我就上个礼拜拿到第一次写的怎样？好不好？跟以前不太一样，他有些就是来年去这样背芒面露，我是有让他有那个折那个什么飘那个什么蜡画背芒面露，面从这里。这个肉就不能写太，这边个不能写太宽。重点在这个地方，让你拉宽。他有时候也有一点矛盾，就是他要写鼓励嘛，啊，所以他没有波折，但是有些又有波折，所以很奇怪。但是也是他的题了，没有关系。哦，啊，再注意一下哦，从这里像这个符有没有？我都是这样进来，然后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，哦，这样过来，它变成一个装饰的，没有很重要的笔画。最重要是右边的这个问题，那位也要站直站稳。那我跟你写这个官，你看一下，从上面写下来。所以呢，不会写那个楷书的官，我们就写隶书的官也是可以，不一定说非得写行草哈、哦。嗯，要记得哈、哦，写隶书也很好看啊，因为隶书就没有那个什么，那么多的关关卡卡，啊、哦，只有这样啊。哦啊，你好，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过来，往下，往旁边，写隶书就不需要关关卡卡，好，安得我，挥金 ，OK 啊，写的还不错。所以呢，这个太宽了，不要这个，你就字就要缩小，就是写窄一点，好不好？哎，原则上还不错，再加油一下哈、哦，把它写整齐，然后呢一致性，好、哦。不要写的像那个这个有没有啊？长的，长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还是你比他长，你没有比他长，没有关系，你老这样改很顺，哈哈哈哈哈。两行呢，就是看到有粘的就往底往那边一粘，啊呢，这个窄一点啊，然后这个才画出来才有东西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？看哪一个再给你？没有很美，不用多看。你笑了。灰哦，理论上是这样。来哈、哦，我然后从这里再过来，然后再从这里往下，这样过来。来，好，这个不一定要起来了，因为有时候哦，啊，这底下这长边边宽，来要记得。我画下去的就是这个宽度跟这个宽度。我可能要跟他讲一下。好，加油了，写得很不错。啊，来，开水的，啊，立完的。好。先像晚上我们现在都很紧张。哦，时间。8:55就赶快要跑了啊！哎，要提早。对，现在不是只是检位而已，是管里面的态度是一定要提早离开。这样说。这是立碗的吗？不像。是啊，我的啦。这要收笔，为什么要收笔？你是看哪个字帖写的？你告诉我。
什么帖？随便看。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一定要找一个帖子。你是什么帖子？要找哈、啊。哦，这是欧阳询的吗？欧阳询不是这样。可是我不知道哪一个。欧阳询的不是这样，要注意哦。你最好有一个帖子。写老师的叫老师的，写欧阳询就欧阳询就欧阳询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个令是这样写哦，往上提，这样对不对？往这边带。你看，那么切的就很紧，然后从这里下来哦，回收回来，一定要这样，哦，一定要回收，不可以下来哦。不是画下来。所以你其实你字写的很好，但是一定要有帖子，如果没有帖子啊，不行，哦，就没有静静的意思，哦，有的人也是很反对有帖子，因为有帖子，为什么一定要有字帖？老师告诉我怎么写就好，可是没有静静。你没有东西可以模仿，就像人一样，你找不到楷模学习的话，不许似懂非懂，安怎么好？安怎么好？啊，这个可能是点哦，还是出去吗？你是这个出去的吗？是，就是像老师刚写那个，那不会写。这个，这个啊，这个也可以。好，好肉，出去撇下来，这样横的接，然后呢这样过来。是先写这一笔哦。哎，啊那个跟有的写法一样，因为它是右边嘛，你从这里过来，下回缩那个折笔，这样过来，有没有？哎，一笔一笔来哦，哈。是。哎。所以一定要有帖子才会进步哈，免得写起来又像什么又像什么就不行。刚开始一定要有个境界哈。啊，比如说这个穷，这个竖点跑不掉，一定是在正中央。然后这个过来下来回来，对不对？从这里横画，免字从这里上来，然后呢，这个过来，这一点点过来，然后呢，这个比较麻烦，这个要窄。不能太宽，下来对不对？直的，哇，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好，一点点出去。好，一、二，然后这样过来，有没有？然后一点点下来，然后从这里过来，上去，下来，这样过来，从这里下，从这里上，宽了以后，往旁边慢慢接，好，就是。很小心啦、啊、你写的这个可能是欧阳询的九成功，九成功，再加油好不好？是，来，那这个沈礼墨他是写的很多，他是近代的，他是算是民国五十几年过世的啊，好，然后他没有来台湾，那一直在上海啊卖字为生，他这个可能是帮人家。沈礼墨是现代人，写十条嘞。我都以为这是古人。他也是算是古人啊，但是已经过世了。民国这个已经是现代人了。他死在文革吗？没有。我讲的他的故事不是说他死，他是把所有东西都烧光，怕惹祸。他做过人大委员。老师，我可以问一下，他这个刺，这个他有时候都是很粗一条，是这样子。对，他的撇是这样，对，有没有？然后有时候是这样，好不好？啊，呢，他拉下来而已，拉下来而已。我们以前也写过，也可以，我们以前也写过。他是新文学的，也算是健将哦。哦，我不敢讲说他是不是那时候就已经有左倾，但是，甘拉公，他那时候新文学运动的时候，跟陈独秀他们都是有过交往的。陈独秀，他还是台静农的老师，台静农，台静农在台大，对不对？也备受尊重啊。还沈礼墨是他的老师，你看他的辈分有多高。好，都写得很棒，哦，啊，像他有个最重要的特点，就是这两个掌，一个是笔画差好多，一个比较粗，一个比较细。我被感动的地方就是他这个很细，但竟然
它的分量跟它一样，那可见说这真的写得好，用粗的笔画写跟用细的笔画写也可以写得很好，真的不错。可是哈、哦，同样的笔画，写起来看起来就很好写。就往上写。对，其实写字的人啦、啊，跟那个生动近视，很辛苦。哎，生动对，深度近视那个时候的眼配镜矫正是那个是很。晚年的时候艰难的，根本就就像文征明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也是深度近视，都要写小楷。文征明啊，他沈礼墨也是，那沈礼墨哦，眯着眼睛在写字啊。以前近视那个老花眼镜，到底是老花还是近视？他是近视，深度近视，很辛苦。近视还是有老花，还是会老花。老花，所以又老花又近视。他这个瘦写的很漂亮，但是你可以这样写，因为他有时候他是有时候很工整，有时候很帅，很帅气。意思就是说下笔很灵活。对，他那勾有时勾好大。哎，就行楷嘛，这叫行楷，可以讲说是行楷书中的行书，然后很有行意啊，很活泼。所以为什么受人喜欢，就是因为。写得好又快又活泼，对，历代以来写这种楷书没有像他写那么好，不错、啊，你这样再写紧凑一点，太松了以后就觉得，跟他讲较松哦，较无遐尼结实安尼哈，写得很好，我觉得你写得很好，可以继续写，那好，但有点像回带的。可以试试看，很棒，蛮好的。啊，这个要站直一点，太斜，站直一点再弯，好不好 ？OK， 哎、欸，来。哦，没了。几个掌吗？还有五分钟啊。老师要写吗？你要写春联吗？哦，我来写，可以。要写一部是？写一部好不好？我来写一个不一样的，来。不是我说的，那个黑色的吧，不要倒回去了吧？黑色的那个哦，这样就不要倒回去了。对，对。老师，那哎呀，有三张对不对？还要横批吗？算了，你看。来，有什么诗？有什么对联？哦，只有天真岁月人生寿吗？啊，可以啊，不行啊，你看你们，我上次你们一定有买，要不要丢掉垃圾桶啊？哎，就问老李。对。哎，你们都丢掉垃圾桶了吗？没有，有这里开玩笑。看这里有啊，你看有没有？哎，这里有没有？在这里啊。在家里用手机。哎，这个就好了。好，来看一下。我写一个你们比较少看到，再次重温一下。哎，快了哈。好。来。衣服要给我的。好，好，山村草木寒生意，哎。这个就是没有把它分格子写，只能那个倒流行的话，哇，这样很久才会干。啊，等一下，那个卫生纸没有了。哎，卫生纸有没有？进来，要不要吹风机？吹风机没有。哎，拉卡，他拉了。
去。好。这个空的卫生纸吧，应该不晾凉会被跑掉。不行，不行。就是没有依照格子写的，对呀、啊，这样比较有味道。对，哎、欸，就是比较有行气、啊，比较有味道。哎、欸，然后呢，横批是什么？横批，横批是五年。没事了。好、哦。那什么？五年。五年。五年什么？五年是刑法院吗？啊，威威威风，没有人敢挂。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五年威风行大运。好好，好了哈，老师，我要好了。